我谂对香港好多朋友嚟讲咧，呢、这个应该算一个好消息啦。因为咧就呢度有个新闻系两个钟头前啦，就喺一传媒嗰个董事会入边啦，就决定啊将《苹果日报》执咗佢啊，呢、这个好消息。咁啊，希望咧就香港其他啲黄媒咧都引以为戒啊，唔好咧搞到咧真系要执笠。最好咧就行翻正途。